这个很妙。其实说真的，真的没有正式的球风，就是我也没有什么钻戒什么东西。哎，我比较无聊啦。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准备好，那我也是应该要开口。我又从抽屉拿了一张户口本出来。哎呀，蛮浪漫的呀。对，我说希望这个风格，你愿不愿意填满？他愿意。没有，也不急啊。其实我觉得在一起，长跟短，跟你有没有确定准备好要走下一步，那是不太能画上等号的。你举他的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就是，其实我们交往过就基本上是同居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我们两个都很契合，然后我们都准备好，对，双方家人你笑什么？想到哪一方面最气？因为金颖其实很包容我，我的性子有时候比较急，对，然后我的另一半能够这样包容我，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对，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嘛，对，所以就不好说了。